你好，我们又回到了台湾，所以今天逛夜市的时候看到了胡椒饼，就觉得它好特别哦，从没尝试过，所以就想尝试看看。它是炭烧胡椒饼，所以就那个火炭啊，然后胡椒饼都贴在旁边，好特别。通常好像只有印度煎饼才会这样。我们今天来尝试看看。它好松脆哦，它里面好多馅料哦。它外面好脆，里面的那个肉好嫩，然后多汁，它的那个胡椒味也好重哦，让我觉得好好吃。可能我不是一个肉食者，就不太爱吃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赞，应该试一试。如果你看到任何的胡椒饼，可以尝试看看。蛮特别的，再见喽。